哥，你是不是要发新歌了？今天对，真的习惯晚睡。呵，那么关注，感谢感谢。对，发一首比较 happy 的一首歌，很 happy 的一首歌。听了一点评。对，今天有个预告。哥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首歌不？哪首歌？歌谣。啊，歌谣啊，歌谣我也很喜欢。对的，是你真实的经历不？小地方来大城市工作就是那个心情。特别能有共鸣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好听。所以我听喜剧之王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味儿就不一样。对，就是它有那个情怀，你就要想要那种味儿。哦，李老师有一首那个香港英雄。哪个英雄啊？对，我去年的时候发了一首歌叫《纵横四海》。纵横四海，对。哦，就是周润发，八哥跟张国荣。对对对。